这是什么呀？这是你王伟哥留给你的。他不是我哥。小飞呀，一晃十多年了，你在外边，我们一直也没有机会跟你说。其实你是错怪你哥了，你在外边读书这几年都是你哥供的你。拿的啥呀？但是把房子卖了，你知道高飞下这种情况，我俩只能有一个上学的，所以我不能拖累他。你家也困难，这些钱只留给高飞上学用着，剩下的我去打工再寄给你。哎呦，我苦命的孩子。丹人，我一定混出个人样来，到时候我来接我弟弟。我们认识这么多年，这么相信你，你居然骗我们！当初信誓旦旦的说不会辜负我们，现在呢？钱呢？你给我点时间，欠你的钱我一定会还。给你时间是吧？你要多长时间？我现在就要钱，你要是不给，今天我们就不走了，告诉你，我们就不走了。赶紧不走，赶紧走，必须还钱。都干什么呢？小玉，高飞也是受害者。他既然答应了你，你就应该相信他。相信他，就是相信他，我们的钱都没了，我们还怎么去相信他？那我问问你，当初是谁为了让高飞写歌，主动把钱送到这儿的？当初又是谁在这儿要认高飞当哥哥的？当初，那是当初，但是他居然骗了我们，我们的钱不是大风刮来的，我那是赔干爹。请大家想一想啊，如果他真的诚心骗你们，你们还能找到他吗？如果我猜的没错的话，高飞当初的大部分客户都是他曾经帮助过的。今天在场的很多人我也认识，既然大家朋友一场，我希望大家能给高飞一点时间，他一定会把钱还上。请大家相信我的话，我万强今天在这儿，我用我的性命担保。请相信我的好兄弟。
钱，咱可以没有，气势不能丢。来，再帮我写几首歌。这是预付款，拿着。亲爱的，谢谢你。都是你，那可是我们结婚的钱。我知道，但是师父遇到这样的事儿，我不能不管。你也知道，如果没有师父的话，就没有我的今天。我们不能，我们不能不管。钱都给你了，还能怎么办？小娜，请你相信我，我一定会给你一个难忘的婚礼。喂，大哥，我是高飞啊。啊，好，好。喂，王总，我是高飞啊，那个。喂，赵哥，是我，高飞呀、啊。因为我演唱会啊，最近就要开了，想请赵哥您来捧场，到时候您看这个时间。喂，喂。喂，喂，赵哥，哎，勇哥，干嘛呢？最近怎么样？有什么演出想着点弟弟啊？哎，什么腕儿啊？哥有需要，弟弟随时到。夜场。能给多少啊？太少了吧，哥。喂，啊，哎呀，你命真苦啊！不是好人命都不好吗？你放心啊，这事儿我一定帮你。啊、哦！李总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我能得到什么？你提供场地和设备，50%的广告归你。好吧，谢谢了。难得高飞有你这么一个好兄弟啊，不过我是看在你的份上才愿意去帮他。合作愉快。哎，玲玲，那我都到酒店了。啥走了？你咋还走了呢？我都到了。那我给你律师打电话呗。行，好嘞，好嘞。王律师啊，那钱已经打过去了啊。
是啊，你看看，哎，喂，咋还关机？还关机呢？咋的？喂，一鸣啊，你在哪呢？我好像被骗了。之前说的不是这数。哦，这个钱呢，这部分我出，剩下的有人出。还有别人？这么回事啊，咱们有位客人单独为你来的，剩下的钱呢他出，一会儿啊就下楼陪他去喝喝酒聊聊天就行啊。这咱之前没说呀。我这不跟你说了吗？好了，客人等着呢。那好吧，等着呢，去吧。啊，那还等啥呀？走吧。哎呀，快走，你快走了，你一会儿走了，我都口渴都没来得及喝水。快走。这个能再往下，再往下一页是吧？啊，可以。对啊，就他。就他是吧？哎，这个照片能存下来吗？必须可以啊。怎么存？我给你存一下，然后我给你保存到桌面。好。爹在这儿。哥姐，这是不知道。去你大爷的！我去你大爷！你骂谁呢？